穿熊衣胖。这是小小的，就是一口就可以吃掉那种感觉。屁呀、啊！刚刚吃了一口，就是青筋鸡肉，然后里面还有酸黄瓜。跑到空姐的地方来跟空姐聊天，没撒野，我真的是不懂。你要需要什么吗？请问需要什么？拍照吗？可以吗？可是人家是人家要见的，人家在上班。德国再继续再往前开，多特蒙德过来这边阿姆斯特丹，然后我们就到啦。耶，现在假装很嗨，然后地震耶，我们在18分钟就要降落阿姆斯特丹啦。姐的行李到达啦，人机关，那个小朋友会被你夹到的，快点小碎步。可惜你没有拍你的小碎步，有烟啦，有烟，可是不冷。现在出机场啦，然后来到这里要上行李咯，大家回房间休息吧。现在上下这台欧洲的乱车，嗨，好暗哦，有五小姐坐是不是？哇，好赞哦！坐最中间，冷松松心哈哈，荷兰就不用冷松松心了。我们现在来到我们机场饭店附近的麦当劳，还有自助点餐机。这看起来很好吃哎，是吗？双层的吗？就大麦克啊。哦，那、啊、你的是什么？牛肉吧，我不知道什么。这个它点什么？而且你的菜很多。来看一下这个酱到底是试试看是什么口味。双层还是什么？肉酱黄芥末。应该是黄芥末酸奶酱，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黄瓜酱。我们在飞机上吃的那一种，觉得我是一个人看。怎么样？酸黄瓜酱没错。对，台湾的比较。Annie， 等下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房间。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饭店，然后要回到我们的房间啦。我们今天是住一楼，然后而且这一间是要一次住两天。那个晚上，这是他们饭店里面的 restaurant， 是非常的优美，然后放那种 jazz， 然后烛光晚餐。Oh my god！ 大的房间，房间呀 ，room tour。我刚刚在淘金分网，还没耶，这是两张单人床，哇，大家已经摊开来，摊开到一个极致这样。然后这是他的 mini bar， 反正就是很多酒啊、可乐、果汁那种。sneakers 电视，
梳子是我自备，好，然后杯子、浴巾都自来水，反正他，我觉得他厕所就是很简单，很简单，而且他马桶盖还破裂耶，真的。So bad. 对啊 ，so bad.